先生走了啊，走吧，你们都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拉门陪着您，陪您，拉门反应快着呢，好了，这反应快着呢，这反应快着呢，老太太，走了。那这人行不老妈？行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高吗？行了，我管你，我不去啊，他们回东北了，我知道。行，有派吧？有派，有派，有派，走，3.14派。3.14万，奶奶走了，回来给您带好吃的啊！你们一路平安啊！行，谢谢奶奶，走了。哎，穿那个你戴的围巾，是我戴，走，走，你戴围巾、啊。要出远门啊？回东北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啊。你回吗？我其实啊，还是回吧。有点不情愿是吗？回吧，为了你，我得回啊。走之前，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床单铺上，因为一走可能大概走的时间还挺长的。嗯，哎，就害怕春节回不去吧，所以先提前回了。对，英明之举。OK， 下楼收拾收拾走。走。哎，奶奶。哎，睡觉去。还老睡觉，睡完了啊！哎，媳妇儿这是干嘛呢？都醒了，还老睡觉，你可真够逗的。这是老爸老妈给带的黄金芝麻娃，还有红豆薏米娃、黑芝麻娃。收拾收拾就要走了，走了，自己拿去呗。对，然后还有老妈给买的那个三七粉，海参和那个叫什么松露，黑松露。我看看这海参，咱拿多大的海参？谢谢老妈。看看，让人看看这海参，咱买的。这是那个龙口的海参。啊。关键回去我不会做呀。拿手比划一下，王小婷。我回去我不会做海参呢。我做，我给你们就做。我做呀，葱烧海参呀。不是你家有小米吗？熬小米粥给爷爷就。有。这是东北生产小米，好吗？啊。这个关键我得冷藏吧，一会儿咱们再套几个袋儿。嗯，那今天这样，先吃早饭吧。吃吧，快点快点，给你做好了，早饭赶紧吃，吃完赶紧看老妈。奶奶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嗯，奶奶少不了奶奶。奶奶吃完了，赶紧的。妈，楼上有橙子，想吃啊？哦，是。啊。赶紧什么橙子啊？我还没吃呢。什么都有。咱买那个哪儿的呀？广西橙多好吃啊？那是好吃，特好吃。我走了，俩人别在家打架啊。没有啊，看他不顺眼，我们就做个。我刚做完手术，不能气着，妈知道吗？那他要气我，他要以分扎鞋呢，他要以分扎鞋，我可不干。我感觉我跟家长是出门了，然后安排孩子们在家那什么。吃吧，赶紧吃吧。安排，吃吧，老爸。老爸不愿意，老爸心里有数。老爸，赶紧吃，快点，老头，张老头，快点吃点干果。互相有爱。快点，老头儿，赶紧吃那碟，这橙子。回来准备老爸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呀？给你做一响不到的。嗯。想不说啊，还保密。您来一斤的鸡。几点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提前说一声。嗯。老爷子上阵。行。行。卖点老头儿，赶紧吃那碟，吃那么多那碟。差不多行了。快吃吧。是走。吃完了。吃那碟没吃鸡蛋呢。那个给东北爷爷带好。啊，行。王小宁。嗯。啊，虽说咱拿的东西不算特别多吧，但是呢，我整的东西都在路上呢。啊，给你姑姑八大爷七大姑的爷爷奶奶，你爸你妈的都在路上呢。你啊。啊。这玩意儿东西在路上怎么了？大爷大爷那就啊，都考虑到了，都买上了。都买什么呀？我不告诉你，到时候看吧。还有惊喜呢。那必须的。老爸爸妈好啊，嗯、爷爷好。嗯。走了。来到了啊，北京朝阳站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看看媳妇儿这身儿怎么样。第一次坐从朝阳坐这个高铁，快了，但是价格也贵了。走。第一次，哎，见的还行，跟机场似的，哎，倒的还挺快，小腿儿。看啥呢？
四张桌子，不知道，人还挺多，走。到营口了啊。妹妹妹夫接的人，再说咱家里边种点什么啊？大苹果，开吃了啊！东北分派大排骨，我最爱。先简单吃一口是吧？刚到你就吃饭，能吃下去吗？然后饿了，你看这个饿了，不是，我送你去挺端端，行。对呀、啊，我会做的。要是在东边，那不就我做的？就是做一锅吃，不习惯吧？这不才是东北吗？就爱吃这样，吃什么饭？到这儿有粉条的。哎，好，全吃吧。啊，行啊，那玩意儿吃了这粉条，你别照来。十得，嗯，吃完饭了，给爷爷送礼来了。你就拿三个玩是吗？芝麻丸啊，谢谢啊，这个是芝麻丸，嗯，跟咱爸一块吃，啊，营养健康。哎，你那海参和那个黑松露呢？那个放冰箱里了已经，是吧？对啊。哎呀，还有这枸杞、三七粉。哎呀，谢谢啊！谢谢老爷。不谢也不谢也不谢，太多了啊！谢谢。